Hello， 我又来喽。请问我今天做什么呢？看这个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吧？这个很好认啊，青芒果。然后青芒果能干嘛？我削了皮之后，切了用这个削刀有没有？然后把这皮削掉，然后切成条状，再加上糖，白糖，哦，或者是冰糖。再加上这个七喜，去那个超市啊，或是什么的，买一罐那个雪碧，就这三种材料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要做芒果青哦，我稍微帮大家做介绍哦。大概削到像这样子有没有？我们现在来削哦，把这个芒果青的皮哦先削掉。削完了之后呢，等一下再来切。我一颗都给它削了哈，然后准备备料备好哈，就这样像这样子哦。哦，削了这么久，你看这些都是皮，看到？然后这些就是来成品，削完的，大概就这样子哦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切条状了哦，记得中间那个齿哦，一定要切掉，不然一次就硬硬的哦。再告诉大家一个如何观察一下这个芒果到底好不好吃，一定要挑选这样子的颜色，很青哦，然后绝对不能让黄黄的，你看这颗就有点快要熟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放到手它就是芒果的。就变成不像芒果青了，就那个酸味已经没有了。我觉得芒果青酸一下就是要有点酸，然后大家用甜甜的去腌制它，这样子呢吃起来就酸酸甜甜的就很好吃。可是如果它已经变得有点黄熟了，那这一颗可能就有点被扣分了，这样子哦。这大家注意一下，记住哦。哦，来看我切的，我终于切好了，籽也挖掉了。大概这样子切，这样长条状哈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准备盐巴哦，大概这样的盐巴哦，然后把它倒下去。我们现在开始抓腌，也就是要把它给抓一抓，好吧？先把它倒下去，然后大概抓一下。大概约半小时后，我们再来把那个剩下的苦涩的水倒掉，这样子抓一抓。哦，好了，等了半小时后哦，我现在它的水哦，涩它苦涩的水已经出来了，像这样子。啊，苦涩的水。先抓一抓，今天把它的苦涩的水再给它弄出来，苦涩的水在这里，然后一样这样子给它水尽量给它滴出来。现在苦涩的水已经都沥出来了哦，那这样就把它倒掉喽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准备糖哦，然后比例按照它的比例呢，然后去加这个糖，开始要去腌，然后大概要腌制差不多要放在冰箱大概3小时让它入味
然后再加上这个柠檬七喜，这样子，然后我们之后再来看看哦，它冰箱之后的成果哦。刚刚我们这个已经把苦涩的水给沥掉之后呢，那它当然还要再用冷水、冷开水去给它做一个冲洗的动作，哦，让它就是干干净净的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现在我称重它，它是大概1517 g， 那大概是一斤是600公克，大概是抓250克的糖，白糖。所以呢，你就大约算一下，现在1517克的话，就是说大概760克吧，760克的糖下去腌制这一个情人果。那我们稍后再来看看哦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呢就是把糖我刚算好的这个比例哈，直接把它都给倒下去，然后我再把它给抓一抓，抓均匀之后呢，就放入冰箱冰3个小时，让它入味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接下一步要怎么做呢？哦，3小时到了哦，这个糖水都融化了，我们来看看哦。我刚刚已经加了柠檬七喜了，然后再用一点我自己自制的，就是我另外加了一点点柠檬汁下去。哦，现在尝尝味道，我们来看看脆不脆哦。我搅拌一下哈。我来吃一个看看，哦，我现在来吃吃看哦，我先拿一个来看看哦。加了柠檬七喜，果然别有风味哦。而且我现在这个很脆哦，这个情人果非常脆，好吃，成功，终于完成了我们的情人果酸冰。哦，他就把他之后呢，完成之后就是把它这样分装成袋，一袋一袋的。然后一袋一袋的话，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，那个比较不占空间，你就可以拿到冷冻库去装了。但是记得就是你要把它分装成袋，然后一定要马上的放那个马上拿去那个冷冻库，而不是放在冷藏哦。放在冷藏的话，情人果它会继续变黄，那这样就变得不好吃了。那大概上到这边为止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